坏菜了，刘卓，瞎了盘菜，就是真坏菜了啊！蝴蝶翅膀扇起来了，黑色的。说什么呢？这人乱七八糟的，乱七八糟。嗯，到那李克强的人从安徽合肥红星路啊，李克强故居献花现场，怎么了？向 S 账号李老师发来现场报道了。怎么呀？一只黑色蝴蝶惊现送别人群，盘旋良久，迟迟不去，猛劲儿扇动蝴蝶翅膀，往这儿看。哎呦喂，真出来了黑蝴蝶。嗯，这翅膀一扇呼看还挺大，不是啥情况，有人故意放的？不好说啊，保不齐来自冥冥之中的那边。不是李克强化蝶了？据知情网友分析鉴定啊，疑似是李克强化为蝶，习近平化为爹。我错火，总家祖师连辈分都不放过。算了吧，一黑蝴蝶，您甭跟这儿开脑洞了，就。对对对，还是防范一下这空间的事儿吧。真的，网友提醒了，哭丧群众啊，赶紧收敛一下吧。那黑蝴蝶保不齐是中共放的新型监控无人机啊。给你们录像呢，我彻底防不胜防了，你们还是赶紧散了吧。哎呀，没事儿，把心放肚子了吧。啊，早散了。好，早散。李克强遗体火化一结束，红星路啊就全都动态清零了。嗨，您是花儿也好，人也罢，空空如也，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彻底恍惚了，之前那种万头攒动、花山花海的场面，这到底是真实存在过，还是一场梦啊？这一尊表示一场梦啊，全是中国梦。嘿，梦这回醒了，一切恢复到以前一模一样了。边儿去吧，还拿中国梦忽悠我们呢？这网友已经给您鉴定完毕了。什么？其实一切肯定是不一样喽。更看透你们了。壮一会看核定本的，错火。切，一尊表示那什么。还得继续消除黑蝴蝶效应，还消？哎，对了啊，前一阵儿不是好多人讨论过年除夕吗？是，干脆啊，提前进入过年季，姹紫嫣红，张灯结彩，走起。不是什么意思？这李克强刚不明不白火化，您这叫张灯结彩？不张灯结彩，给党冲冲喜，把阴气散散，那党的好干部还不全得上黄泉路上排队前赴后继去？不是，这又有人踏上黄泉路征程了？早出发了，处没见着学者张立凡在 S 账号震撼发问吗？什么呀？连死七人，不仅新冠疫苗研究专家接连去世，这是咋回事？我的妈，吓死宝宝了！接连去世，还全是疫苗专家。Yes, it is。我截图说了，吴尊友死了。今年10月1号，北京科兴疫苗之王曹小斌去世，享年45岁。10月3号，武汉大学病毒学家吴建国发病死亡。疫苗了。之前去世的还有新冠疫苗的研究专家赵振东，完了，才53。还有曾斌才52，还有刘斌才37，以及核酸检验专家白晓慧才42。哎呦喂，哎呀，疫苗专家接连去世，咋整？我看张老师后来还补充说明呢。啊，搜索核实了一下，除刘斌情况不明，个别去世日期有误以外，啊，确实都死了。您细品，有点不说不知道，一拉清单，吓一跳的感觉。一尊一撇嘴，啊，这就吓一跳。那前党国删帖小能手刘立鹏提前帮我写讣告，我还没跳呢。我这一尊这承受能力，钢铁战士。刘立鹏怎么说呢？彭约啊，那位走了以后啊，国民客观评价了一下他们的习大的，怎么说？他是一个好人啊，只要标准定的别太高，别太高，那得多不高才算不高啊？人举例子了，什么呀？他明明可以把大家全都送上贵州大巴啊 ，but 不是他顶住压力没有这么做。行，我怎么还全送上贵州大巴啊？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吧！我告诉你党啊，就算前总理走，啊，前专家走，你们全走，我们坚决不走。这人皮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皮是那是你党死皮赖脸不想退出咱历史舞台。嗯，我看还是把你党送上那贵州大巴吧，快走不送我们。拒绝，保党还得继续，不能提前下命。看来您急需向刘立鹏学习呀！啊，人特能急党之所急，这已经帮党谋划改造动物庄园了。改造您党的动物庄园。对了，什么？最近党的好干部不是扎堆死人吗？那是。为了给
保党事业冲洗，碾压一下李克强黑白照片的晦气。这说什么呢？刘立鹏决定了啊，从北京动员皮毛的颜色改起。我晕，敲黑板啊！各位各位，嗯，前方高能，这大几率又撞上高级黑，走起吧。听好了，嗯，消除李克强恶意离世、消极影响办公室通知。近期，嗯，北京动物园动物群体存在大熊猫、斑马、奶牛、浣熊等毛色不够活泼，什么以黑白色渲染灰暗情绪的不良表现。说什么呢？这种情况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和担忧，严重损害我国形象和声誉。北京动物园需立即着手整改，确保最短时间内毛色五彩缤纷、焕然一新。大熊猫表示，嗯，谁会焗油啊？赶紧把我这浑身黑头发全染成红色先。那就漂亮了啊！黑白照片换成大红大绿啊！党中央小食堂啊！节日气氛别提多浓郁了，最好再把患有先天性身带弓的碎催们清理清理。一尊过年除夕那就多 happy 的。对不起，那身带弓那李强呢？啊，那赶紧卷破点吧，从中南海西老大面前消失。抱歉，您 out 了啊。李强虽然身带弓啊 ，but 最近的服帖表现呢，他已经人畜无害了。真实。危险的人物是啊，刺刀见红那位，不是蔡杰。墙里墙外，金句妙评，欢乐开挂，直面人生。更新世界油管的各位茶友们好，我是刘卓，我是李正。海外独家对口时尚相声频道老北京茶馆又在美国东部时间晚7:50通过首播跟您见面了。从明天开始，美国就实行冬令时了。对了。美东时间晚7:50，也就是亚太北京时间早上的，这得您自个儿算算。亚太的茶友们注意一下啊，改时间了。给茶友们分享一个圣诞季工商服务信息，哎，为大家推荐风靡欧洲、中国持续热卖的面膜，德国 Dermroller 玻尿酸面膜。去年双十一，大陆销量极其火爆，嗯，很多明星都在使用。一个共同的反馈是什么呢？嗯，非常好，非常保湿，所以真心建议大家伙都来尝试一下。说说我的感受，嗯，说真话啊，嗯，肤感特别好，嗯，柔和的蚕丝棉，嗯，饱满的营养液呵护，丝丝清凉，让皮肤 Q 弹滋润。美容院级别的，嗯，尤其是泪水光针、高品质玻尿酸，嗯，五胜肽3000、维生素 E， 这都属于豪华级的组合，嗯，高效保湿，抹平细小的皱纹，对抗您的老化。另外有好消息，嗯，蓝莓优品呢已经增加了台湾的货仓，台湾货仓，台湾茶友呢这回就不用支付昂贵的运费了，嗯，只要购买70美元，哎，台湾境内免邮服务。现在大家可以点击描述栏链接，输入优惠码“茶馆”的全拼，可以打85折。嗯，这比起的亚马逊等各种平台的价格要便宜很多很多。哎，亚马逊在不同阶段的标价是多少呢？69.99、78.99还是71.99等等，嗯，全都比这个蓝莓优品的价格高。是，蓝莓优品的价格每盒59，买了个3盒套装呢更便宜，打完85折之后，平均一盒下来只要多少？53块钱。听听，如果您需要大量购买的，一定买这个3盒套装，哎，比买单盒划算特别特别多。另外提醒，更加平民价格的韩国 K Guardians 面膜已经为大家备好现货，嗯，美白、保湿、抗衰老三重功效，哎，价格更便宜，3盒套装打完85折，一盒才25.5美金。哎，视频下方文字栏、系统留言还有社区公告都有链接，点起来，各位。行了，看今天的重磅，嗯，身带弓还总想刻一刻某个强人的前总理李克强已经彻底在一尊面前消失了。另一位身带弓but 似乎并不想刻死前夫后嫁人的李强，直接暴露在探照灯之下。完了，没有李克强树叶遮着，李强开始肝颤了。七矮人里头实际占据二把手地位的蔡奇啊，嗯，都替李强捉急了。怎么说呀，那天啊，蔡奇寻个机会啊偷摸教育李强啊，我说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不是，什么叫没眼力劲儿啊？李强也问，啊，我怎么没眼力劲儿啊？对呀，啊，蔡奇就说啊，你背那破弓上朝，天天吓皇上，你想把皇上吓死啊？您说这大帽子扣子这性质有点严重了啊。您李强坚决不从，哎，没有 啊，我上朝每回都是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有安检录像的。搓火他安检录像，蔡奇说可拉倒吧，啊，空手来啊。李强的强字儿带没带弓？强字儿，李强表示，嗯，我竟然无言以对，哎，那这咋整？您说简单啊。作为有先天污点的你，我怎么你选择不了出身，啊，你可以选择态度啊，嗯，你不是身带弓吗，啊，那什么你主动把它摘下来，这
不是摘下来这怎么摘呀、啊、笨这人怎么戴的怎么摘呗、啊、你怎么戴上去的我爸给我起名的时候起完墙字、啊、我立马就挂上弓了全自动的呀起火把你左边那弓给卸了左边弓卸了哎哎就是去掉的意思不是去掉弓字不就不带弓了吗啊这墙字去掉弓那不剩衰字了吗、啊、起火呀、啊、从今往后您就痛改前非、啊、不带弓也不叫李强了叫李衰、不是对溜李衰这名多好听、啊、这一尊听着心里甭提的多踏实一尊人是踏实了啊、嗯、可李衰这名是不是您这衰点儿衰点儿谁让您想尿衰来着那谁听谁得那么想啊你这倒是不好说出来、看来考验你革命意志的时候到了啊看您有没有勇气我为了一尊的睡眠健康甘愿从此留下越穷越吃亏越冷越尿衰的外号我不愿意这边儿去吧什么人呢这什么叫边儿去呀、啊这是户口本上就改个字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说这事儿您要是办妥了我跟您讲 啊您在一尊面前就彻底一路平安了。一路平安。哎逮哪个大老虎也不带动您的。这人已经挥刀自宫了、摘下那张弓、人畜无害了。彻底被大推了。嗯不成。千万不能上那菜鸡的当啊这哥们让李强改名啊图图给那八卦小报递刀子、又得掀起一轮这讨论一尊研究那推背图的小高潮。这蔡奇给李强出馊招挖大坑用力过猛被对方发现了真悬、嗯、李强这一改名啊那就彻底热闹去了啊估计哈马斯都得停战了、心说啊没工夫再玩这恐怖袭击了、围观一尊大战申太公我们还围观不过来呢忒忙我们这听听这效果提起推背图啊一尊火搓大了是这搓火挺好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熠熠生辉之际啊被蔡奇给搅和了啊被蔡奇搅和这啥情况情况别提多曲折了啊蔡奇跟这推背图有关系 啊这还得从头嘚吧起开嘚吧给我们哎嘚吧啊话说最近呢爱国群众被党的好政策快雷成神经病了都神经病是不是被党李中堂离奇死亡拘留调查紧急发赃这事儿给闹的那仅仅是让小粉红对党的坚强领导集体产生各种问号的后话不是但您这意思还有前话当然知道美国宣布这个十一月份美国总统拜占华要在西海岸隆重接待党国男一号习庆峰吗您瞅这俩名起的知道S 账号前刑警后反贼二大爷发文了怎么说新华社日人民报敲锣打鼓送最新精神暂停反美仇日啊请容易被雷成神经病的爱国群众紧急回避不是这党大折腾吧嗯那边前两天王毅刚跟美国翻完白眼儿啊不是这边新华社时评大喇叭开喊了嗯不断书写中美民间友好新篇章那您还没看见老战狼王毅向日本抛的那火辣小眼神呢日本干嘛呀中日国民感情近年在低位徘徊，低位徘徊必须高度重视，并共同扭转。吐了，我还共同扭转？你党一天到晚单方面反日宣传，把这无脑小粉红忽悠的好不好？你这王毅表示，既往模糊不清不要揪住历史旧账不放。错，我这刚扎完有毒鸡血，一扭脸变成历史旧账，不予追究了。当然。一个党的两条腿不能同时踏进三条河流。这累。逝者如斯，此一时彼一时。哦，人民网怎么说啊？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啊！不是真正稳下来啊？你党先说说，你党高层火拼能不能先稳下来？再说他美日关系吧，你这给人不上套。下来，金钱。金蝉脱壳暗度陈仓在他这儿难点儿。这难点儿。李克强离奇死亡这旧账还没算清楚呢我告诉你。网友之遥都给您扇出来了。红二代出身的民运领袖魏京生呢10月26号在推特平台爆了个料说共军总司令朱德临过世前几天中共党魁毛泽东呢请他吃饭。毛泽东老婆江青玩命往朱德碗里边加那拌黄瓜知道这朱德最爱吃的一道菜结果这顿饭一吃完好朱德立马回家开始窜稀保健局派救护车送医院朱德不让夫人康克清去医院朱德后来真是老命丧在医院里叫知遥那人跟魏京生什么意思这都那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知遥人说了
惊爆朱德被干掉内幕，汪洋胡春华瑟瑟发抖，严重涉嫌泄露党国拉清单的秘密。好，拉清单。最近坊间很多风闻呢，有人说了，习近平眼瞅李克强死后，下一个最大竞争对手就是汪洋。我这人人格魅力和执行力不次于李克强啊，哦，执掌广东经济不次于李克强，尤其对高科技的认知，人年轻有魄力，知识结果巴拉巴拉。这习近平不搞死汪洋，汪洋容易成为反西势力的共主。我的天哪，这两位团派大员不会同呼吸共命运了吧？这李克强和汪洋可全是55年生人啊，同年出生，都属羊的。完了，团派要变团灭派了。李强表示，请总书记您明察秋毫啊，多花点功夫，倒查那团派余孽吧，让我这习家军小钻风好好先喘两口粗气。蔡奇表示啊，拒绝拒绝，打铁还需自身硬，一尊身边的人更应该清除余毒。我就没有余毒，我体内高浓度含有的就一种东西，中心赤胆下水道呢，让我一次吐个够吧。蔡奇一皱眉，至于反应那么强烈吗？是不是见不得我赞美总书记岁月不改，枝叶关情啊？胃里葡萄酸这浓度超标啊？您说这脸多大吧？那些跪舔的话，那副浓烟媚骨、匍匐在地的话，还好意思学呢？蔡奇表示，羡慕妒忌恨完全限制了您的想象。我是没想，我在一尊面前是匍匐前进的啊。那您怎么不说我见了下级小钻风，我什么气势啊？任何蝼蚁草民，敢跟我起腻，我直接吧嘎，刺刀见红。到了基层，到了点上，那就是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喷硬，就是要解决问题。我吓死宝宝了，这回真麻烦了啊！蔡奇盼着一尊先清理李强余毒，这李强呢盼着一尊先清理汪洋余毒。哎，这汪洋紧急发照片啊，我汪洋已经卸甲归田，在家尽孝，陪着我老娘提前安度晚年呢，无毒无害，我您都可以放过我了啊！一尊表示，阶级敌人狡猾地打大地，我公开认怂啊，咱还没法下手了，还不是？那这意思，一尊身边和亲海燕，万方安和，一尊可以高枕无忧，做您那中国梦了？做中国梦去吧。嗯，出大事了！大事！石平人石山紧急拉警报了啊！党国男一号习近平，留神你的左膀右臂！我的妈，这石山还让不让一尊活了？就左膀右臂的，则变境外势力了。非也，那是境外势力地没变，大内身带功地存疑。您这啥意思呀？什么意思？嗯，注意听各位，推背图新解震撼登场。我新解，这次不是第46项啊，大杀鸡惊现第57项。我也这又46又57的啊，杀鸡连环防不胜防啊！大戏要入高潮，党国要 over。话说石山一朋友啊，给他发了一推背图新解，第57项里边藏着团派大员之一汪洋。汪洋也榜上有名。看推背图第57项，一个小孩端了一盆水，浇灭了地上的火。趁曰：“物极必反，以毒制毒，三尺童子，四夷蛰伏。”这都啥意思？没懂，这么说。就是说呀，有个小孩用以毒制毒的方法，把一场火燎眉毛的危机给搞定了。哦，是这意思，明白了。那那个宋是怎么说的呀？宋曰啊，砍离相克见天泥，天使斯人迷杀机，不信奇才产乌月，重阳从此集兵师。还是不懂，跟我们说说。第一句，砍离相克见天泥，砍和离 是两卦，两卦，这一是水，一是火，水火相克。哦，意思说这小孩拿水浇灭了火。对，见天泥呢，就是说可以见到一点天机。哦，天机尽在水火相克，以毒攻毒之中，是吧？对了，天使私人迷杀鸡，就是说呢，上天派他下来，把这个地方的杀鸡呀给消除掉了。哦，迷就是平息消灭的意思。对，后边重点来了啊，说重点。不信奇才产吴越，就是说这人呢是吴越境内出来的。他出来摆平结果什么呢？第四句，重阳从此集兵师，也就是说以后咱这就不打了。哎，等会儿啊，你刚才说这汪洋在这里边是不是重阳那洋字儿？指的就是他呀。对呀，是那么简单。那不对呀，汪洋好像是安徽人，我记那吴越不是现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吗？人安徽人呢？奇虎啊！
汪洋虽然祖籍安徽，不过他是主掌广东省委的封疆大吏，从官场上说那绝对是产自吴越，那还真是，从派系上是这么说，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汪洋不受习近平待见，正好暗指不信其才产吴越，就是不信从广东来那汪洋啊能有惊天伟地之才把党国危机给解决了，是有这意思啊。哎，对，那你说半天怎么没蔡奇什么事儿？别急呀，这就来了。我他也。虽然汪洋出身团派，跟李克强一族，跟习近平盟部，但是，他已经是死老虎了。那可不好说。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忘了，一切皆有可能，可能到汪洋那儿去还差着好几个行情呢。那倒是，李克强这意思啊，团派真没什么影响力了。嗯，这一堆身边人火拼，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了。大危来临。习近平自己都能品出来，最危险的是他内部的人。内部，而恰恰在他意识到这个危机的当下，他身边的高人啊，也从推背图第五七项里边啊，发现了一个习近平的近臣贴身侍卫蔡前，就是他。那在哪儿啊？就藏在第三句里边。说说，不信其才产吴越。这句不信其才产吴越，这几个字里边也没发现有蔡奇呀。哎，高人们一开始也没发现。啊，一尊一句倒茶，醍醐灌顶啊！这一倒过来啊，蔡奇就现了原形了。赶紧说说怎么意思？不信其才产吴越这句反过来念啊，越吴产蔡奇。信不？问，越吴产蔡奇还信不？这也忒吓人了吧！别说您，七个高人，吓坏了七个半，不就还饶上半拉啊？这蔡奇啊，他是福建人，典型的闽越地区。啊，对，当官呢在浙江。浙江是越国地界，这小越越彻底防不胜防了。石山就说：“蔡奇有没有可能造反呢？啊，您得细品历史，说说。林彪当年是毛泽东的铁杆，指哪儿打哪儿。嗯，结果，到暗杀的时候一点没客气。我去，因为他感觉自己有危险了。嗯，要真威胁到自个儿啊，对老大下手也不会迟疑。对了。”石山就说，中共党内高级官员有胆量干这事儿的，蔡奇是其中一个，他这人狠呢。狠呢当然不用说了，大冬天清理低端人口，刺刀见红嘛。石山说，蔡奇是习近平手下唯一一个最狠的人，最狠的。他为了讨好习近平，干脏活不遗余力，那是狠狠狠黑。这样人干到一定程度，那老大就觉得不安全了。他真有可能哪天这换蔡奇角啊，这我为老大豁出去啊，这老大就这么对待我，这一反目还真得起杀机啊。他杀杀，从历史上看已经有很多案例。嗯，这样的人呢，通常都是干到一定程度，那黑老大先主动把他干掉。斯大林、毛泽东全这么干。哎呀，真完了，这蔡奇大麻烦真就来了。嗯，这一尊一旦有了这心思，那是怎么看蔡奇？怎么可疑呀、啊？说对了，嗯，昏招连连，步步错。嗨，越是勤政越亡国。又来了，各位吃瓜群众，嗯，您准备好小心脏了、啊。好嘞，送人好茶，手有余香。别忘了哥俩为您推荐的两款精美面膜。置顶留言有链接，走起您来。蓝莓优品茶友优惠区，再见。